就是这种，这个我给包破了。是不是芹菜馅也挺好吃的？在屋里呢，小屋。这种软塌塌的就是牛肉馅，这几个。你不要哭吗？我要不要多吃？芹菜其实也应该转，你没转吗？你觉不觉得还是大馅儿的香？大馅儿里边馅味儿浓。我包这大饺子，我得吃四口才能吃完一个饺子。你不能喝饺子汤，那为什么那肉汤可以喝呀？肉汤也没有面，饺子汤里全是面，那么跟面条汤，饺子汤比面条汤含糖量低一点，面条汤的那个含糖量最高。这个是白菜馅，我不吃了，你能都吃了吗？牛肉应该是，我吃了好几个呢。这牛肉白是啥？这是啥？我都撑着了。这是牛肉吧？嗯，这仨应该，这四个应该都是就这个白菜的。
是吧？我一个都吃不了了，我只能把这个吃了。你撑着了吗？你吃不了剩下的。一会儿游泳去呗。嗯。消化消化。六点去，怎么样？那会儿人估计少。嗯。咱俩歇半个小时，把白菜，我再揉点面，然后把白菜都包出来。